桃园航空城，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开发建设计划，总面积高达4564公顷，范围包含机场专用区、自由贸易港区、产业专用区等。桃园航空城附近地区第一期产业专用区开发面积共287公顷，其中包括第四种产业专用区面积192公顷及第三种产业专用区面积95公顷，未来第二期产业专用区面积另规划134公顷，投资总额将超过5000亿新台币，创造2.3兆经济效益。产业专用区招商将以低污染、低耗能、低用水及高附加价值的3D 一高产业为主，包括可迅速处理庞大资料的云端运算产业，结合机场并与国际合作的航空辅助产业，提供智慧物流与仓储服务的国际物流配销相关产业，着重医疗与疾病研究的生物科技产业，未来趋势发展的智慧车辆产业，以及永续发展的绿能产业。六大优先产业领航起飞，发展国家级产业园区。桃园市拥有多元且完整的产业聚落，32个报编工业区，工业年产值近新台币3兆元，冠居全台。17所大专院校为企业培育高素质的年轻人才。原有的竞争优势结合优先产业，对未来整体开发建设将发挥相辅相成的作用。桃园航空城配合桃园国际机场第三跑道与第三航厦新建，以机场为核心，周边推动各项重大建设，并提供艺文、会展、观光、居住等各项价值服务。桃园航空城将发展成为智慧、绿能、生态的全新国际城市。因应整体发展计划，将持续优化连外交通路网，连接高速公路及快速道路，并完整结合高铁、台铁、捷运的3大轨道系统，完善绵密的交通网络，结合空港及海港的双港优势，能够提供更便捷的人流与物流，具有快速连接亚太各主要城市的国际交通动能，进而串联全世界。崭新的市政风貌，智慧的城市生活，在桃园航空城，幸福不需想象。在这里，创新产业汇聚；在这里，人们乐活安居。在桃园航空城，您将拥有无可取代的优势，遇见希望乐活的未来。桃园前进中的城市，不断地向幸福迈进。桃园航空城领航起飞，转动全球经贸，攀登事业巅峰，就是现在。